记录科岛的第13天，对比之前，他们长大了很多，并且的话，食欲也是大增。你看，像这些已经长出了后腿，很小的。这个时候后腿是不会动的。预计的话呢，在30号左右就可以上岸了。记录蝌蚪的第17天，对比之前呢，它又明显长了很多，并且呢，后腿已经可以动了。我们随便抓一只出来看一下。那这里是它的牙齿。然后的话，它这个时候前肢也是在发育了，它前肢的话是在身体里面开始长了，你看，看见没有？嘿嘿，就是这里。再过几天，前肢会把腹部撑破，开始上岸收尾。